波啟動。萬眾期待，被視為有史以來最完美的雷神到手啦！唔係你啊，快啲送翻埋啦！係高智能方程式車人嘅戰車超級雷神，究竟有幾完美呢？比例1:18，車長26cm，最把炮就梗係完全變形啦！唔使換零件就可以變換三種模式。呢部超級雷神啱啱到手嗰陣係 Circus Mode， 導致你哋想睇佢變形噶啦，而家即刻試俾你睇，睇下會唔會考起我先。雖然變形步驟唔算多，但說明書全部都係日文，所以都只係睇圖靠估。除咗車架，其他啲 parts 都係膠。雖然做得幾靚，但一個唔小心就會。大家都是快点忘记刚刚看过的东西了。咦，变形了，拉低个辘，再扭一扭，将雾灯拉埋出来，中边埋越野模式。它除了懂变形，有很多位置都做得很细节，防风罩打得开，驾驶舱入面的安全带、踏盘，甚至是机械头都跟到足，忠实还原。当然不少得尾翼和最经典的圣牙窝啦。我觉得这部超级雷神都真的挺靓仔，还原度挺高。不过起码成3000多元，如果有灯光有声音效果就会更加好了。啊，仲有一点就是现在暂时未有相同比例的车人 figure， 如果有就更加好了。提提大家，因为变形部位主要都是胶组，所以不建议成日玩，都是乖乖地放在这里做评分啦。换生活，落科技 ，Anwar Dash K。